咁喺我身邊咧就有 MOCC 嘅 Dr. Stephen， 嗯 ，Hello Stephen， 係 ，Hello Abby， 歡迎你嚟我哋香港中文大學嘅賽馬會喺邊度博物館。我想問咧，呢一度其實係成立咗幾耐㗎？我哋即將會進入我哋第十週年，都好長嘅時間喎。我想問咧，呢一度當初咧點解會成立？我哋呢個當初其實咧可以講翻少少歷史啦。見到我哋其中一個好多嘅藏品咧，都係由一位香港比較出名嘅一個探險家，叫做李洛斯博士。咁我相信可能會好多位都會聽過佢個名啦。一開始嘅時候就捐贈咗好多嘅藏品俾我哋嘅。咁同一時間亦都係因為佢其中一個願望啦，就好想將佢關於佢呢啲南北兩極嘅一啲見到嘅所見所聞啦，同大家分享。咁而又正正咧咁啱，我哋就當時候亦都有賽馬會捐助啦咁樣，咁所以就令到我哋呢個館係可以成立到。咁呢一度咧成立嘅主要目的又係啲乜嘢呢？其中一個最主要係想講係有關氣候變化嘅資料啦，同大家去分享啦。十年前成立嘅時候咧，就好多大眾都係覺得啊，好似同我哋都唔係好關事咁喎。即係譬如你見到我哋時候好多時候講氣候變化咧，我相信你第一個喺心目中諗到嘅畫面咧，應該係可能係冰天雪地啦，係咪？或者係可能有啲動物啊咁樣啦咁。咁呢個係好多時候以前大家嘅諗法嚟嘅咁樣。咁當然去到十年過後嘅今日啦，咁大家氣候變化呢個概念已經喺我哋日常生活啊、社會啊、新聞啊，咁都會出現啦。以前就覺得呢個係一個係好遙遠嘅一件事嚟，咁但係去到十年後嘅今日咧，我哋就開始發覺原來喺世界唔同地方咧，都因為氣候變化嘅影響而開始有一啲相應嘅環境嘅問題出現。我哋之前一路做嘅都係好想補充翻，就係有關氣候變化嘅一啲可能係一啲科學嘅知識啦。咁呢啲都係我哋會想去同大眾去分享翻啦。咁我想問咧，呢一度咧嘅工作咧，主要咧涵蓋一啲乜嘢嘅範疇呢？其中一個氣候變化最難講嘅就係因為好似一個睇唔見嘅嘢，但係你又好似會係而家開始感受到少少嘅嘢。對於一個睇唔見嘅嘢，最好嘅方法就係俾一啲物件係睇得到嘅，帶領一個可能對於氣候變化唔係好有認識嘅觀眾啦，跟住再慢慢話俾佢聽話，哦，其實呢個氣候變化究竟係咪而家先發生咧，定係以前已經發生過咧？咁點解要講呢啲咁樣現在同埋以前呢？因為其中我哋最想知道嘅就係將來係會點樣。咁而我哋都知道，如果係應對到將來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更加好地咁樣，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其實我見到有好多一啲互動空間，同埋有好多嘅資訊嘅喎，喺成個博物館裏面。冇錯，嗱咁當然啦，我哋係有展品啦，我哋會好似有啲櫃咁樣，有好多關於氣候變化嘅，或者係我哋一啲南極北極嘅一啲展品會可以睇到啦。咁同一時間，我哋都會有好多一啲互動嘅一啲我哋叫互動展品啦，咁樣啲互動展品真係可能有多啲唔同嘅資訊啊、資料啊，又或者係有少少係以一啲簡單遊戲嘅形式啊，咁可以去涵蓋到唔單止係唔同年齡層觀眾啦，同一時候亦都可以俾到到訪者，其實可能佢唔係學嗰個學科嘅，咁佢就都可以有一個唔同嘅體會嘅形式去更加認識佢氣候變化啦，可以令到大家知道氣候變化其實唔係純粹就係話某一個學科嘅知識嚟嘅，原來係一個跨學科嘅一個題目嚟。除了展館方面咧，會落咗好多心機之外咧，仲會咧去發展一啲嘅教育項目咧。博物館其中一個功能都係會做展覽啦。大學係希望亦都透過一個展覽或者係透過博物館咧，可以俾到一未來嘅一啲領袖啦，可以係投身到喺有關例如係氣候變化或者係可持續發展嘅呢方面方向去工作嘅同學啦，將佢哋認識嘅知識咧，就同大眾分享，都係我哋希望透過呢、這個有一個叫博物館大使計劃啦，咁就可以俾佢哋咧作為佢哋可以熟習關於氣候變化嘅知識嘅一個地方。第二樣嘢就係可以佢哋可以同到社會唔同嘅階層或者係唔同年紀嘅市民啊，或者係學生咧，都可以分享到佢哋所認識嘅，同埋亦都係可以講到就係話啊，其實點解氣候變化對於香港其實係咁重要咧？咁呢一度咧喺未來嘅展望又係點樣呢？我哋嘅展望咧，十週年啦，我哋希望其中一樣最重要嘅功能就係會維持翻我哋嗰個展區嗰個資料嘅更新嘅程度啦。咁同時候我哋都會透過唔同嘅專題展覽啦，咁就係不定期咁樣就去將一啲新嘅知識啦，或者係題目啦，咁就可以再同大眾分享啦。咁同時候頭先講啦，譬如我哋博物館大使咁樣。我哋會繼續希望會再可以招募多啲啦，就再將更加最新嘅資訊咧同到唔同嘅階層嘅市民去分享啦。
我哋都係非常高興啦，有咁多同學啦，佢哋會都好落力咁樣去參與啦，咁同埋佢哋亦都係學校或者係學堂學科以外，佢都會係繼續去對呢個發展係有一個興趣喺度。咁希望咧，你哋咧可以繼續持續更新啦，咁就等大眾咧都可以咧繼續咧可以留意到氣候變化呢個議題最新嘅情況啦。嗯，多謝你。在我身邊就有兩位 MOCC 的博物館大使，有 Aska 和 Agus 的。Hello 兩位。Hello。好開心跟你們聊聊天。我想問你們兩位可不可以自我介紹一下呢？不如 Agus 先吧。我是 Agus， 我現在讀地理科的 Year 4。我今年才剛剛開始加入這個 MOCC 的大家庭。我是 Aska， 我現在在中大讀 Year 4， 就讀 Business 的。其實我上一年就是參加了 MOCC 的博物館大使。我想問博物館大使的職責是什麼來的？其實我們博物館除了館內的 operation 和帶一些導賞之外，可能館外我們都會有一些工作坊或者是一些流動展覽等等的。我自己就試過帶一個流動展覽叫做褪色的珊瑚，就是去其他不同的學校去講一些關於氣候變化和珊瑚的知識給學生自己。博物館大使的甄選過程是怎樣？其實我哋博物館大使嘅甄選過程就係一個個人面試啦。咁主要就著重睇翻其實我哋嘅學生究竟有冇一個足夠嘅熱誠去嚟呢個我哋博物館做嘢咧。咁其實主要就分咗兩部分啦。第一個就會考下我哋關於一啲氣候變化啦，又或者環境嘅基本知識嘅。咁第二部分咧，我哋會有一個模擬嘅問題啦，模擬翻究竟我哋真係同我哋嘅觀眾啦，或者我哋參加者介紹嘅時候會點樣介紹咧？咁主要就呢兩方面咧，我哋會進行考核嘅。咁你哋面試嘅過程咧，有冇俾人問到啲好難或者係比較深刻啲嘅問題？咁其實佢有問關於一啲譬如氣候變化嘅知唔知係咩嚟啦？咁其實發現喺嗰個過程咧，要好有系統地同佢分享啦，同我哋嘅面試官分享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難度。咁最後啦，兩位咧就成功咧成為咗博物館大使啦。咁但係之後咧，好似有啲培訓嘅過程喎，係咪啊？完咗個面試啦，入選咗咧，我哋都要經歷一場嘅 training 嘅。一開始由博物館嘅一啲負責人去幫手去講一啲氣候變化基本嘅知識啦，同埋我哋帶一啲導賞嘅時候要留意啲乜嘢，例如就係話面對唔同嘅人有啲咩嘅技巧要注意咧，由一啲現任嘅博物館大使去帶一次成個導賞俾我哋真係睇一次先啦。咁另一個嘅部分咧就係亦都會有一個實習嘅。咁我想問咧，你帶團嘅時候咧，即係唔同嘅即係一啲參觀嘅人士啦，會唔會有帶嘅手法會有啲唔同咧？這個其實我們都會有因應我們其實參觀者有不同的需求的，參觀的人士的年齡層都比較廣，其實我們由幼稚園去到中學、小學甚至去到成人，我們大學生甚至去親子團，我們都曾經會有帶過或者會去過來一起參觀的。其實我們視乎看回他們的能力，例如好像說小孩子，可能他未必學到一些很深的概念字眼，例如可能講温室氣體的時候，我們就嘗試去用一些比喻的方式，例如就會說其實好像就有一張被子，其實你釋放越多的温室氣體，其實張被就越來越厚，我們就盡量用一些例如比喻的方法令到更加生動。我想問多一點，就是在整個過程之中，你們成為博物館大使的這段期間，你們會不會有一些難忘的經歷可以分享一下呢？最難忘其實就是我第一次去帶一些導賞，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那個關於珊瑚的流動展覽。我在大團裡面，因為它的 schedule 比較緊密一點，可能我連續幾個小時不斷講嘢嘅，講成日嘢都試過，可能把聲會很辛苦，但是我見到學生是 engage 的，他們是很投入在那個過程中，甚至乎課堂以外的時間可能 lunch time 小息樣都會落回來想知道更多的時候，我覺得這個互動是令我最開心、最難忘的。我自己咧，而家都好希望可以在呢個博物館度行一行咧，去了解多一啲咧，我身處緊嘅地球咧，到底面對氣候變化嘅嘢係會有啲乜嘢嘅情況發生？你哋兩個可唔可以導賞我一下咧？可以。
頭先條片入邊一個最重要嘅信息咧，就係海冰其實不斷融化緊嘅。咁咧，其實近年一啲科學嘅證據亦都顯示咗啦，呢啲嘅海冰可能喺幾年之後，可能2030年咧就已經會消失曬噶啦。都好快喎，但係消失曬之後，咁會有啲咩影響呢？其實你都會見到呢度有兩個展品啦，一個就是北極熊啦，一個就是因紐特人啦。咁其實就是講緊海冰的消失啦，對自然環境同埋人類都會有一啲嘅威脅嘅。北極熊的話，海冰是佢哋嘅活動範圍嚟嘅。如果海冰消失咗啦，佢哋就會少咗活動嘅範圍同埋覓食嘅空間啦，可能就會因為咁而餓死啦。活動範圍少咗咧，其實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同我身後嘅因紐特人咧係相遇嘅，咁亦都會威脅到因紐特人嘅安全啦。咁其實剛才可能你會留意到我講因紐特人，但是很多香港人見到這些這樣裝束的人都會叫他們愛斯基摩人的。其實愛斯基摩人在他們的語言裡面是代表吃生肉的人，所以對他們來說是不尊重的一個說法，他們就會 prefer 我們去叫他去做一個因紐特人，因為他的意思就是一個真正的人。明白，原來是這樣的意思的。那我們不如去下一個展區看一看。咁我哋而家就登上雪龙号去睇下极地狼嘅展品啦。上到嚟呢一个极地狼，不得不提嘅就系李洛斯博士啦。李洛斯博士咧，其实系第一个香港踏足北极啦、南极啦，同埋喜马拉雅山嘅一位女士嚟嘅。咁而喺呢一个展区入边咧，都有唔少嘅展品系佢捐赠俾我哋啦，去做展览嘅。咁你见到眼前嘅呢一个考察旗，其实都系啦，会揾到李洛斯博士嘅签名喺上面嘅。哦，呢度系咪打直呢一个？系啊，冇错，呢个就系李洛斯博士。簽名嚟嘅，咦？呢個好大嘅船係咪就係雪龍號啊？冇錯啊！你見到上面寫住咧，雪嘅意思咧，其實就係極地咁解啦。龍咧就係中國嘅意思嘅。咁呢架考察船咧有一個破冰嘅能力啦，所以佢能夠幫助我哋咧喺北極同埋南極嗰度咧去進行考察嘅。咁考察咧會包含啲乜嘢㗎？咁我哋去到極地，其實都會嘗試研究翻當地嘅一啲唔同嘅物種啦，咁然後睇下氣候變化對佢哋嘅影響係啲乜嘢嘅。咁其實包括咧海入邊啦，或者係陸地上面嘅品種咧，都會研究到嘅。咁而喺呢個展區入邊咧，都有一啲動物嘅標本嘅，例如啦，海入邊嘅生物有南極冰魚啦。點解咁值得提咧？就係佢咧。好特別嘅，佢只能夠喺啲好低温嘅海水入邊生存嘅啫。佢生存嘅環境只能夠喺-1.8咧至到-2度嘅環境。換言之啦，氣候變化，啲海水暖少少咧，佢已經係會死亡㗎啦。生存唔到啦，冇錯啊。咁而另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佢血嘅顏色咧，同我哋人類係唔同嘅。啲血咧係透明嘅喎。咁就係因為佢咧血入邊係冇我哋嘅血紅蛋白啦，所以抽出嚟啲血咧，你會見到係透明嘅顏色嘅。咁而陸地上面咧，我哋都會有呢個北極馴鹿嘅角喺度嘅。北極馴鹿咧，其中一個受氣候變化威脅最大嘅問題就係咧，佢會俾啲蚊咧去侵襲嘅。對於呢啲北極馴鹿嚟講咧，佢哋係更加驚嘅，因為呢啲蚊咧可以大隻到一個小學生嘅拳頭咁大嘅。換言之啦，當呢啲嘅蚊咧一群咁樣去攻擊嗰一啲嘅北極馴鹿咧，可以喺一個鐘之內就吸乾曬佢哋嘅血噶啦。咦？我見到嗰一度咧，又好似魚嘅標本，嗰個係咪就係冰魚嘅標本啊？冇錯啦，咁其實都係由李洛斯博士捐贈俾我哋嘅標本嚟嘅。不如我哋行前少少去一齊睇啊！咁我哋頭先就睇完北極嘅展區啦，我哋嚟到南極咯喎。嗱，講起南極咧，第一個諗到嘅動物係啲乜嘢？企鵝，非常正確啦！我正正就係想嚟講企鵝啦。其實我哋後面呢度咧都會有一個皇帝企鵝嘅蛋嘅展品啦，係啦。咁其實佢係裂開咗同埋孵化唔成功嘅一個企鵝蛋嚟嘅。咁其實咧企鵝蛋咧孵化成功嘅機率係好細噶。咁咧出咗世之後咧，其實氣候變化都會對皇帝企鵝嘅生存啦有一個好大嘅威脅嘅，例如啦，佢哋咧以冰蓋為一個生存嘅範圍，但如果佢哋啲冰蓋融咗嘅話咧，佢哋就會少咗一個覓食啦，或者係生存嘅空間嘅。冰蓋嘅減少咧，其實除咗咧會縮細咗企鵝嘅生存空間之外咧，會唔會都威脅到其他嘅物種噶？其實對人類都會有影響嘅喎，因為冰蓋咧喺陸地上面噶嘛，當啲冰蓋融化之後咧，呢啲嘅水咧就會進入咗個海洋嗰度，咁然後就會令到我哋有海平面上升嘅一啲問題。香港其實都係一個沿海城市嚟㗎，當海平面越嚟越上升嘅話咧，都會對我哋造成威脅。例如喺颱風嚟嘅時候，就更加容易發生風暴潮啦，可能杏花村嗰啲地方啦，就更加容易喺打風嘅時候咧就水浸。
除了呢個皇帝企鵝之外咧，我哋都有其他嘅展品嘅，包括嘅就係李諾斯博士嘅房間啦。你見到呢度咧，其實就重現翻當時李諾斯博士咧喺考察過程入邊嘅嗰間房嘅。其實呢間房咧係由一個貨櫃去整成嘅。啊，點解要用貨櫃咧？就係因為貨櫃好容易方便我哋去安裝啦，同埋去拆走佢嘅，亦都會對環境嘅破壞比較上少啲。咁呢一個好似貨櫃形態嘅房間咧，係咪都可以做到一個保暖嘅功能呢？冇錯啊，其實咧喺入邊咧啲窗啦，係用雙層玻璃咧就能夠去保暖啦，減少熱源嘅散失嘅。咁然後啦，呢度我哋眼前嘅亦都有其他關於我哋古氣候嘅一啲展品啦。以前嘅氣候我哋點樣推算出嚟呢？就係透過睇一啲自然界變唔同嘅證據嘅。其中一個咧喺南極、北極都會揾到嘅就係冰芯啦，即係我哋轉出嚟嘅一個冰柱啦。喺呢啲冰柱入邊咧，其實就會有氣泡嘅。呢啲嘅氣泡其實就反映咗當時咧個大氣層入邊一啲嘅成分啦，同埋會唔會發生過一啲嘅氣候事件嘅。當呢啲氣泡入邊我哋揾到火山灰咧，就能夠反映到當時係發生過火山爆發。如果咁樣睇嘅話咧，呢啲冰芯咧就好似垂直嘅年輪一樣咧，有住地球嘅氣候嘅記憶啊。非常之好，這個亦都係我哋點解要掘啲冰芯出嚟啦，係去做研究嘅原因嚟嘅。咁啱啱咧 ，Argus 咧就同我講咗好多啦，關於氣候變化啦，對極地嘅影響啦。咁 Oscar， 你可唔可以咧同我分享一下咧？其實氣候變化咧對我哋而家居住緊嘅城市環境嘅影響又係點嘅呢？好啊。其實我哋呢個區域咧個名字就叫衛星遙感及環境監測啦。我哋就透過人造衛星啦，去幫我哋喺同一時間入面獲取大範圍嘅環境數據啦。咁例如包括咗啲咩呢？我哋會有全球嘅氣温啦。我哋會有大氣入面含有二氧化碳嘅含量啦，又或者係海水嘅高度嘅。咁其實我哋透過呢啲科技可以做到啲咩呢？其中一個應用啦，我哋就會喺我哋監測呢啲天然嘅災害入面啦。例如我哋譬如講山火咁樣啦，咁其實我哋透過人造衛星咧，去幫你睇到山火蔓延嘅情況啦，去幫助當局咧去諗一啲方法咧，更加有效咁樣制定一啲嘅措施，令到當區嘅居民咧避免受到一啲嘅危險嘅。咁例如疏散嘅方向啦，近年啦，即係都有即係山竹啦嘅颱風啦，又或者甚至乎係一啲幾百年難得一遇嘅一啲暴雨，而家正正就已經喺我哋居住緊嘅城市已經發生緊啦。係啊，其實我哋講極端天氣啦，喺香港嘅情況咧，亦都近年越嚟越嚴重啦。咁其實我哋會講話咧，氣候變化啦，會令到全球温度上升，其中影響就會令到海水温度上升，而造成一個更加有利嘅條件咧，去生產一個更加強烈嘅熱帶氣旋啦，亦即係我哋所講嘅颱風啦。而另外一個咧個問題就係關於海平面上升嘅情況。咁啱啱都有講到，其實香港係一個沿海城市啦，有機會啦喺未來日子會受到海平面上升啦，而令到我哋部分嘅地方可能因為會用唔到嘅，例如我哋嘅機場啦，其實國外嘅情況啦，亦都有類似嘅事件發生嘅。我哋會見到啦，有機會因為海平面上升咧，而令到佢哋啲伙嘅佢哋嘅家園咧冇辦法繼續居住嘅，佢有機會因為咁嘅情況咧，而要遷離佢嘅家園啦，去到第二個地方住嘅。咁而家個情況咧，聽上去真係非常之嚴峻啦。咁但係我哋咧，會唔會而家都有一啲新嘅科技啦，可以令到咧我哋未來嘅氣候變化呢個咁嚴峻嘅問題咧，可以得到一個舒緩呢？其實全球嘅科學家啦，都一直諗緊一啲方法啦，去研究緊我哋嘅環境啦，同埋諗一啲新嘅科技咧，去減緩我哋氣候變化嘅情況嘅。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好。咁跟住我哋咧就會嚟到我哋嘅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研究嘅區域啦。咁呢度其實擺放咗部分啦，中文大學嘅科研團隊啦，同埋教授嘅一啲成果嘅，就係講關於環保嘅科技啦，係關於發電嘅研究嘅。咁其實香港咧最主要嘅温室氣體排放嘅來源咧，其實就係嚟自發電嘅，六成嘅温室氣體啦，其實就係嚟自我哋發電嘅。咁當中我哋傳統嘅發電就會包括咗燃燒一啲燒煤啦，或者燒天然氣啦。咁香港中文大學嘅團隊啦，就期望啦，我哋就將潔淨能源嘅應用咧更加廣泛地推廣出去啦，而幫助我哋咧喺發電嘅時候咧減少温室氣體嘅排放嘅。咁而家咧，我見到後邊咧有一度寫住咧係紅外線激光喎，係咩意思呢？講到話咧，傳統嘅太陽能板咧就會吸收太陽光啦，然後轉換成電力嘅。咁但係其實啦，
我哋傳統嘅太陽能板嘅材料咧，就只能夠吸收咧我哋嘅可見光啦。咁但係咧，我哋嘅太陽光入邊啦，其實除咗可見光之外咧，亦都有啲不可見光嘅，例如我哋平時會聽到嘅紅外線啦，或者紫外線。其實咧，中大嘅科研團隊咧就研發咗一種叫上轉換材料啊。其實我哋只要透過呢種上轉換材料啦，我哋就將比較低能量嘅紅外線咧轉換成比較高能量嘅可見光啦，而反射翻俾我哋太陽能板咧去吸收嘅。咁如果我哋透過呢個上轉換器材咧，咁就紅外線一個不可見光咧嘅情況咧就轉換成可見光啦。咁去到最後一部分咧，嚟到香港賽馬會嘅環保天地啦。咁我哋就一齊睇下究竟我哋個人可以做啲咩去保護呢個地球呢。香港賽馬會環保天地啦，其實就擺放咗好多嘅互動嘅裝置啦，去俾我哋嘅參加者咧去睇到究竟我哋日常生活中有啲咩可以做到去減少我哋嘅廢物嘅排放呢。咁其實我哋日常生活中啦，好難避免咧去唔生產一啲嘅垃圾啦，有好多嘢咧其實我哋都可以避免嘅。咁就例如我哋嘅食物做例子啦，香港嚟做例子咧，其實我哋講關於廚餘嘅部分咧，係佔咗差唔多我哋香港整體嘅固體垃圾咧，係有三成咁多嘅。食自助餐咁樣，咁其實佢哋嘅消費模式一定會製造一啲我哋嘅廚餘啦，因為佢需要好大量嘅食物去供應俾我哋嘅客人啦。另外一個方面啦，我哋會唔會考慮多少少？我哋日常生活中每一步都諗多少少，究竟我哋有冇啲嘅行動啦，係可以更加去保護我哋嘅環境呢？咁其實我哋呢度咧都有擺放咗一個叫廢物管理架構啦。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叫4R 或者5R 咧？咁其實我哋第一步叫 refuse 啦，拒絕；第二步就係 reduce 減少，之後就係 reuse 重用，仲有 repair 啦維修，同埋去到最後一步 recycle 回收嘅。咁以攞件衫嚟做例子啊，我哋會唔會考慮一下拒絕買啲不必要嘅衫啦，減少買衫嘅次數？然後假如佢真係殘咗啦，穿咗個窿嘅時候，會唔會考慮補翻佢啦？喺個屋企繼續著。咁最後真係唔需要件衫嘅時候咧，會唔會考慮將佢擺入我哋嘅回收箱入面啦，去重新去製成一啲新嘅布料咧？咁呢啲其實我哋一啲嘅方法啦，去諗下究竟點樣用盡嗰件物件嘅價值嘅。我哋會話其實成個廢物管理架構咧係一個倒三角形嘅結構。其實我哋喺第一步咧 ，refuse 咧，亦即係拒絕咧係最重要嘅。我哋只要一開始我哋生產嗰一件物件嘅時候咧。咁其實佢所需要嘅資源啦，我哋亦都唔會浪費到啦，而我哋亦都唔需要考慮其餘嘅步驟去諗下究竟點樣用盡佢嘅壽命嘅。多謝曬你 ，Aska， 俾我知道咗咁多嘅資訊。以前咧講緊氣候變化呢件事，對我嚟講可能係溫度高啲啦，只係可能單純一個數字嚟嘅。咁但係而家對我嚟講係唔係講緊其他物種嘅家園可能會影響到，係講緊係我哋自身可能正正係直情係香港咧都係好大改變啦，越嚟越多極端天氣。對我嚟講呢個議題已經唔係講緊係迫在眉睫啦，唔好再等聽日先去諗話要去行環保啊，或者做多啲嘢咯，係而家呢刻就已經要去做。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撳埋個鈴鈴，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